请帖都发出去了吗？老爷，按您的吩咐，请帖都发出去了。明天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就都到了。好，小姐大婚，一定要好好张罗。我白啸天不能再丢面子了。是。 的确有不同之处呀，何以见得？洛阳是古城，风景优美；开封是皇城，气度不凡，当然不同。赵姑娘不光对赌有研究，没想到对风土人情也很了解。略知一二吧。 请问尊驾是去白马镖局的李少侠吗？ 在下正是。在下白鹤，是白马镖局白总镖头派来的，特地迎接李少侠。白总镖头，真是客气。二位请。行。这家镖局有多远呀？出了城10里地。为什么在城外？ 天下第一大镖局，洛阳城哪容得下呀？那其他客人呢？你们到了以后，其他客人按江湖牌位和门派大小先后赶到。吃顿饭也要搞这么复杂，大镖局可真是不一样。江湖虽大，但尊卑有序。我家老爷是最讲规矩的。 白管家，一路辛苦。白管家有劳了。这位是我的朋友，他姓……我姓胡，胡说八道的胡。请。
你什么时候姓胡了？刚改的，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个样子，狗眼看人低。我们是他们请来的客人，可等我们下了马车，到了门口，他们才打招呼。到现在连个引路的人也没有。按说白啸天应该出来迎宾呢。他们不是狗眼看人低，是傲慢。傲慢。 天下第一镖局的傲慢。刚才那个管家练的是一种极其凌厉的掌法，十指刚硬，双手关节早已变形，两鬓太阳穴明显突出，内功深不可测，武功远在你我之上。还有那个赶车的白鹤，从洛阳到开封，再返回洛阳，他赶了一天的车没有休息过。我没有看见他喘一口粗气，应该是那家的高手。两个下人都这么厉害。 主子，就可想着。你有病吧？啊！我说你有病吧？我是跟你来蹭顿饭吃，他们怎么样关我什么事？真把自己当神探。我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古人探案的书，里面关于断案和推理讲的很有意思，我正在研究。比如？比如刚才那个管家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我就知道他是个管家，还知道他姓白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。 典仓派所掌门索清风，索夫人到。所掌门，白总镖头，恭喜了，同喜同喜。所掌门携夫人能来，白某这里真是蓬荜生辉呀。来，请请请。空同派余掌门于海山到。白总镖头，余掌门，恭喜恭喜。 同喜同喜啊！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青城派许公子许桓到。徐少侠，白总镖头，恭喜恭喜！同喜。索清风、于海山、许桓，家务可好啊？几大门派的掌门都到了，让我向你们。这白啸天还真有面子。请坐，请坐。海帮严老帮主严震严公子到。师兄，师弟，一向可好？好好好。 白马镖局在水路也可以畅通无阻。那个人好像认识你。哪个？那个青城派的公子一直在看着你，你不认识他？小子，你个蛋，看不出个性。人家一表人才的。你话可真多。哎，那不王镖头吗？ 各位，我白马镖局成立20年，承蒙武林各派还有江湖上的朋友鼎力相持，才能彪行天下，畅通无阻啊！20年，白马镖局走镖互镖，从没出过半点的差错。明天，小女出阁，白某请大家来，一是贺喜，二是。 老朋友在一起相聚，希望大家尽情吃喝玩乐。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和白某说。在洛阳这个地界上，大事下去吧，我做不了主。如果大家要想吃个什么龙肝凤胆，我还是能给大家弄来的啊！这白啸天，口气可真大。别的。 这三天在洛阳，只要说是白马镖局的朋友，吃饭都不要钱。这说明白啸天讲不得是面子。先敬大家一杯，来，来，干一杯啊！好，来，来。老爷。
有什么话，就当着大家面说，这都不是外人，啊！是，有人来投标，标银是10万2白银。银票我已经验过了，是真的。哦，总不要套，今天嫁女会友，又接了这么大的标额。 真是三喜临门呐！真是人逢喜事啊！不是我白某说大话，这么大的标额在中原只有我们白马镖局走得了啊！啊，白福啊，托标的人把他请进来吧。是，不用了。今天一早。 刚才的那两个是死于金属鹤角的雷光伞，这几个是中了通天老人的穿肠箭。师弟，你的祸大了，白家有难了。刑天门作案。 一贯下手狠毒，被他杀得满门尽诛，鸡犬不留。你我兄弟，我们自当帮你。况且，我排帮还没有被人打上门来不还手的道理。又倒了两个，死得越多越好。 谁叫白啸天，怎么嚣张？就应该让他长点教训。可他们是冲着白啸天来的，死的却是无辜的人。有什么样的主子，就有什么样的奴才。这些人跟了白啸天，哪个没杀过人？要是没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有谁会要毁掉别人的祖宗牌位呢？现在仇家很不冷静，所以白马镖局的每个人都很危险。真用你说这么可怕吗？ 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出去看看。哎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以你的武功，你一个人没问题。我是女孩，我要安全感。什么是安全感？哎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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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李公子，李公子，来管家。我家老爷有请，请，请我。臭和尚，这么久还不回来？ 看回来怎么收拾你？外面这么危险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和尚不在，还有道士吗？赵姑娘可愿和我一起喝杯茶，聊聊天，谈谈心呢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哎，哎。
其实熟不熟又有什么关系？天下这么大，能相识也是一种缘分嘛。不如一起喝杯茶吧。你不是不愿意吗？夜那么的长，一个人坐着多无聊。李公子，请吧。你们两个下去吧。你对我们家的事情很感兴趣。我只是无意中走到后院的。你不用解释，就算你不出门，我也会派人去找你。老夫听说你破了两个奇案，武功不错，有勇有谋，老夫想请你帮一个忙。我只会逃命的本事，不会杀人。那你觉得老夫像不像个杀人魔头啊？吃完这顿饭，我就要去洛阳的白马镖局了。狄大人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去呢？那地方不适合我，我不去。我再给你提个醒：天下第一大镖局，至今大气不倒，那是因为他们跟陆林、官府的关系很好。喜宴当天会来很多人，鱼目混杂。到时候你分不清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。总镖头，镖行天下，结交五大门派和江湖各路的朋友，应该不会滥杀无辜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后老夫必有重谢。重谢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想让你去帮我找一个人，他叫邹平，此人眉心处有一个刀疤。他曾经是我的女婿。就是那个找你脱镖的人？不错，那个盒子里装的就是他父母的灵牌。他不光让人为了我的白马镖局，还劫了我的镖队。先前你看见那个十万两银票，就是我们给京城钱庄护送的镖资。听说邹平回来。是。我爹好像很怕他。老爷那是怕伤及无辜。我说了多少不要在我面前替他说好话。是，我的兵快用完了，你得赶紧给我运回来。现在出不去。什么？你也怕邹平啊？不只是邹平，兴天门和通天老人都到了，外面到处是杀手。哼，一个快死的独眼儿，把你们吓成这样。你跟我爹一样窝囊。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你们有什么恩怨？我有两个女儿，
小女冬雪明天就要出嫁了，大女秋霜就是你方才在后院看见的那个，可惜她已经疯了。邹家是当地有名的富商，常年找我托镖，邹平也常来我的府上，秋霜和他日久生情啊。三年前老夫给他俩办了婚事，谁料想结婚不久邹家就发生了瘟疫，老夫爱女心切，不够邹家人的反对，把秋霜拉了回来。没过几天邹家就发生了一场大火，一家人全被大火烧死了。这件事情官府知道吗？知道，可邹家得的是瘟疫，官府隔离了现场，连老夫也不让进去。老夫以为他已经被火烧死，还在祠堂为他立了牌位，没想到啊，他不但没死，反对老夫领走双儿，怀恨在心呢。如今还勾结刑天门过来报复。你是想我找到邹平，把事情和他说清楚，好化解这段恩怨？没错，你最好是把他请回来，只要他看见双儿，他心中所有的怨恨就会化解。可外面这么多杀手，我怎么出得去呢？这个你不用担心。肚子就走了。奇怪，你给许环吃了什么？不就是一些败火的东西吗？放心，他死不了。你也辛苦了，来喝杯茶。等等，许环用过的杯子我不用。我给你换。不，我自己挑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托镖的人是白啸天的女婿，和白啸天有误解，所以请刑天门来报复。刑天门？我怎么没听过这个门派啊？你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这个刑天，传说中是天界的施法大神，因与天地争权，在长阳山被斩首。断头后躯体不死，仍与天斗，怨念极深。刑天门的掌门通天老人因为独眼受人歧视，便集结了一些受苦含冤之人寻求报复。
那是和之前遇到的夜叉门很像。不一样，他们俩有很大的区别。从陈奎和韩笑的事情来看，夜叉门虽为寻仇，但不滥杀无辜，而且他们的武功是一个人所教，和少林寺颇有渊源。可刑天门杀人，手段千奇百怪，而且他们还会为钱杀人，以杀人为乐，被追杀者满门诛杀，鸡犬不留，没有一点人性。所以这一次白啸天算是惹了大麻烦了。那看来有麻烦的还不止他一个呀，还有许环，还有你。我有什么麻烦？啊，怎么会这是你的杯子？啊，我让你怀疑我，叫你比许环更难受。我白啸天一生光明磊落，从未受人威胁。不管刑天门有多恐怖，我明天照样会开门驾牛，大宴宾客。我会让白鹤送你出去，你必须在午时之前找到邹平，才能避免更多的人白白送命。找到邹平要告诉他，双儿因为对他的思念发疯。如果他能回来，我还会认这个女婿。我叫你练剑，你叫我吹熏。我家是儒商，只动脑子不动手。你说我没脑子吗？男人怎么能不会武功呢？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跟这帮大老爷们一块跑镖啊？我爹说女孩也要自己养活自己。那要是有一个人能养得起你的，你是不是就不用出来了？那就要看这个人他对我怎么样。本姑娘可是很难养活的。新郎官来了，就和我当年一样热闹。所有记忆仿佛就在昨天。我可以坐下吗？随便。这真是一把好剑。的确是把好剑，万贯家财就只剩这一把长剑，就算是块废铁会很有价值。我是来替人传话的。我知道，还知道你叫李少白，是少林弟子。要不然你已经死了。
我不信。老爷，迎亲的队伍到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午时还没到，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吧。是。看时辰，行郎官应该已经上路了。这件事情和他无关，行郎官是无辜的。无辜？这倒是。他跟我不一样。我是结婚后很多天家里才出的事儿。他死得比我早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白秋霜还在等你。你说谎，白秋霜在跟我成亲之时根本就不是清白之身。像一个傻子一样。可现在白秋霜已经疯了。你走吧，你去告诉白啸天，必须把我父母的灵牌供奉起来，还我爹娘一个公道。白马镖局死了这么多人，洛阳知府就不管吗？洛阳知府我已经见过了，这件事不仅只有刑天门这么简单，关乎于上边，所以你还是别问了。但是有两点可以肯定：第一，邹家已经从洛阳城里消失了；第二，就连邹家在衙门里的卷宗也不见了。这个密道建了多久？三年。三年？三年都没有用过？没有。那除了你还有谁知道？老爷、管家、少爷和二小姐。少爷？家里还有个少爷？出这么大的事怎么没见过他？他在房间只喜欢练功。
大小姐，她知道吗？密道是邹家出事以后修的，大小姐已经疯了，修密道的人是从外地请来的，修完就走人了。你还想问什么？我可以一个人留下待一会儿。师傅，何儿，你过来。师傅，何儿，你来镖局时才五岁，是个孤儿，我待你如同己出。把毕生的武功都传给了你，这把匕首是我送给你的，可你却用它杀了雪儿。我已经废了你的武功，如果是你做的，这就是报应。你走吧。在座的都是武林各大派掌门，我们一起打出去不一定会输，再这样做下去，我们就是死不了，以后也会被江湖人耻笑的。师弟，你说句痛快话，我们打还是不打？燕老帮主三思啊，现在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不易应聘。你自己怕死就算了，不要拖累我们。你要给徒弟报仇，你不怕死，你出去呀。死的是我的徒弟，不是你们的，你们就当缩头乌龟吧。你说谁呢？当年武林大会，你打死我师弟青云，我没找你算账呢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是他技不如人，岂能与此事相提并论？你个小人，你想怎样？好了，余掌门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如果我们现在出去，那就是白白送死。我现在要等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周家一家人全被大火烧死了。你说火？官府知道吗？知道，可周家得的是瘟疫，官府隔离了现场，就连周家在衙门里的卷宗也不见了。还我爹娘一个公道。
荐给你。干嘛？拿着这把剑去跟我爹提亲，他一看就明白了。那要是你爹他不同意呢？那你就拿这把剑杀了他。我已经向你爹求婚了。求我还是求我爹呀？你不会是想跟我爹结婚吧？你这么刁蛮，不怕我将来休了你？你敢？别动！取一缸清水，黄陈八两，雷公藤六两，鸡鸣八两，煮成半缸，每服一碗，每日三次。其他地方的白粉不要再碰，用黄柏干炒泡水擦干即可。还有，服药期间不许沾酒，那些死了的人就因为之前喝过酒。多谢姑娘，多谢。一碗，一碗，一碗，别抢了！说好了，
用药期间不许沾酒，否则本小姐可不负责任。多谢大侠仗义相救，在下典藏派掌门索清风，人送外号一缕清风。给。赵姑娘，这药没什么副作用吧？吃了会死得更痛快一些，怕死就别吃。哎，姑娘，非常感谢姑娘的帮忙，以后有什么用着老夫的时候，尽管说一声。李少白呢？李少白在哪？李公子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结婚不久，周家就发生了瘟疫。老夫爱女心切，不顾周家人的反对，把秋霜拉了回来。白秋霜在跟我成亲之时，根本就不是清白之身。没想到昨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不过幸好赵姑娘能解此毒。你去哪了？我问你去哪了？你见到白鹤了吗？不知道。你不跟他在一起吗？李少白，白啸天，时辰已过，那灵牌还没摆上，这分明是要和我刑天门作对呀！啊，他是谁？通天老人。通天老人，欺人太甚！背后。
师兄，白小天，我以为你要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呢，失去亲人的滋味是不是很好受啊？啊！王八蛋，你给我出来！告诉你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会把白马镖局杀光杀尽，鸡犬不留。我错了，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忍让，我师兄也不会白死啊。你错不在忍让，错在你不该杀邹平的父母，不应该拆散邹平和白秋霜。如果邹平还是你的女婿，也不会有今天的事情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不应该相信邹平的话。邹家是洛阳的大户，邹家出事，官府应该有记载。可官府的文案中，连邹家的资料都没有。在洛阳，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能干涉官府办案？我竟然忘了。你在开封府还有一个做总捕的朋友，可是为什么是我杀了他们全家？也可能是别人上门复仇啊。别人寻仇也要看你的面子，因为你们是亲家。邹家出事三年，你不光不管不问，还把白秋霜关在屋子里。唯一的真相就是，你杀了邹家满门，还放火烧了他们的宅院。只是你没想到，邹平能死里逃生。我并没有拆散邹平和秋霜。而是邹平在新婚之夜休了我的女儿，他竟然怀疑我的女儿和别的男人有染，这对我们白家是奇耻大辱。所以你就把白秋霜关起来，杀了邹平一家，就是怕他们把丑事传出去。错了，就要错一辈子吗？当年我亲自检查了邹平的尸体，以为他死了，可是现在他不但没死，还找了刑天门的人来灭我白家。这并不奇怪，我也见过人死复生，善恶报应，因果循环，都在法理之中。老夫自是年轻时杀性太重，所以这些年我潜心修佛，期待我的家人能得以平安呢。可是天不容我，佛不眷我，我该怎么做？
白秋霜在出嫁前确实不是清白之身。李少白，你相不相信，要是放在以前，老夫一定会杀了你。放在以前，你会先杀白鹤。冬雪不是白鹤杀的，只是想带他走。为什么不跟我走？走去哪儿啊？天下再大，也没有我白冬雪能待的地方。你想嫁给他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嫁给他，我谁都不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说好了我们一起走吧。可那是以前，不是现在。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干净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对我还有情意的话，让我好好照顾爹。过了明天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冬雪没有跟白鹤私奔，却选择了自杀。她觉得对不起白鹤，更对不起你，因为冬雪也不是清白之身。你放肆！不管你相不相信，这府上一直有一个人在伤害你的女儿，能让白秋霜、白冬雪受辱，却毫不反抗，这个人手里一定握着你的把柄。老夫一生只对邹家做过一件恶事，再无过错。白马镖局的镖师、佣人都受过老夫的恩惠。这根毒针是在严帮主的尸体上找到的，就插在喉心上。论武功，严帮主不至于输得那么惨。我想起来了，师兄临死的时候跟我说，注意背后，一定是有奸人陷害他。你府上有内奸，这个人当时就在大厅里。如何帮助你揪出这个贱人？我想先见见白少爷。你现在这么忙，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？家里都乱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练功？外面乱成什么样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实在打不过，就让五大派和排榜帮你去送死吧。孽障啊！哼，我不会帮你。还有这个姓李的假和尚，想从我身上知道些什么？不要白费力气。你姐姐死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吗？为什么要关心他们？从小到大，谁关心过我？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后娘养的杂种。有一个人在我和白鹤之后离开过白马镖局，他是镖局里的人，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为什么要出去？做了什么？见过什么人？为什么又要回来？里应外合，他的呼吸很浅，内功修为很高，能在大厅众多高手面前用飞针伤人却不被发现，
在我们这么多人面前杀人，却不被发现，怎么可能？除非有一种情况，他能掩饰自己的内力，即使站在你面前，你也感觉不到。要是这样，就太可怕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也只见过师父和干爹能做到。我师父也可以。少林七十二绝技。我爹也可以。白啸天常年在外走镖，这个人是在他走镖不在的时候玷污了两位小姐。这个人跟刑天门有什么关系？他玷污白秋霜的时间在邹家惨案发生之前，所以肯定和邹平的仇恨无关。如果像白啸天所说的，一生只做过一件恶事，那这个人跟他到底有什么仇恨？潜伏白家这么多年，到底要干什么？那你有什么结果了吗？那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？老爷、管家、少爷和二小姐。单从密道的事情来看，只有一个人可以。我想和大家说，我们之间有一个奸细。他不光能掩饰自己的内力，还可以用飞针杀人，所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危险。你凭什么说别人是奸细，而不是你自己？在场的各位，只有你出去过，见过邹平。说得对，他有可能是在挑拨离间。没错，我有嫌疑。可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一个人离开过白马镖局。如果他也是去见邹平，很有可能是里应外合。李少白，你不要乱说。我的意思是，在场的不一定是好人，不在场的也不一定是坏人。我没有怀疑过你，你不要紧张。因为以你的武功和智慧，你做不到。还有，你昨天去我房间喝茶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应该往返于厕所和自己的房间之间。白总镖头，有一个关于本案的重要线索，在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白马镖局隐藏着一条密道，可以避开杀手，自由进出。可在场的人，除了我，白总镖头，还有一个人知道。是我。李公子说的对，这里面我嫌疑最大。我在镖局待了十几年，也知道密道的机关。之前的确没有在大厅，从各方面看都符合李公子的推理。我承认之前我从密道出去过，可我是为了我家公子运兵，兵已经运回来了，就在公子的房间。谁能帮你证明？你想要证明什么呀？风儿，我是没工夫管你们的闲事。不过谁要是敢动白夫一根头发，我保证你们死得比严震惨100倍。打狗也得看主人。凤儿，你不要太放肆了。一群人也都算是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一个个被刑天门吓得要死，现在又来听这个假和尚说三道四，你们这真是狗咬狗满嘴毛，不觉得很可耻吗？天子坐牢。白夫，
你倒是挺能护主的呀。老爷，少爷他年幼无知，您息怒。哼，外患还未平，你倒想先杀了我？人心已散，不死都难。家门不幸，出此逆子。白某，给大家赔不是了。错了错了，现在事情的重点全不在这儿。白马镖局出了奸细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可是这里明明有密道，白啸天却不让我们出去。说的对，你明明有密道却不告诉我们，摆明是让我们送死。白啸天，你是何居心？此事白某确实想得不够周全，本以为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灭了刑天门，为武林除害。如果大家不愿意，白某绝不强求。白啸天，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想让我们替你去送死。枉我们平时还称兄道弟。白福啊，在，送他们出去吧。还有所有的镖师下人，不愿意留的，都可以离开。是。白啸天一掌用了八分力，白福也没受什么内伤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白啸天演的这是哪出啊？白啸天、白春风、白福。白啸天，太狠心了！还我儿命啊！白福，你终于现身了！我要让你白门绝后！白秋霜，淫贼！白福。一命抵一命，白夫，你到底要杀多少人才肯罢手？你跟白啸天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呢？我一直在怀疑，风儿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也就将错就错。此事想来，你就是我娶凤儿之前的那个男人吧？白啸天，你就是个衣冠禽兽。20年前，我那时是面馆的学徒，勤劳本分，只想找个心爱的人过日子。掌柜的有个女儿叫凤儿，那时我们刚刚结婚。可后来有一天，白啸天路过面馆，见色起意，强暴了凤儿。
门口救的，而他们却打断了我的双腿。凤儿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凤儿！掌柜的不敢惹他，把凤儿送给他当小妾。可掌柜的不知道，凤儿那是已经有了我的骨肉。再后来，我遇到夜叉门的人，是大夜叉教我武功，让我找回了做人的尊严。本来我想看着白家人一个个慢慢的死去，可是现在我师父来了，我知道他就在某个地方看着我，我随时都会没命，所以今天夺其杀子之恨必须做个了结。当时我喝醉了酒，做下了错事，可是后来我已经纳他为妾，作为补偿，没想到一错再错，因果报应啊！没错，因果报应，一报还一报。白啸天，你根本就不算人。凤儿虽然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可你也养了二十余载，说杀就杀。可怜我两个女儿秋霜和冬雪。是可怜，没错，是我沾了他们的身子，并要挟他们，要不然我就将你的丑事公诸于天下，让你脸面全无，名誉扫地，不能挺胸做人。我要让你像我一样常常被人侮辱，失去至亲的滋味。别去了，都不是好东西。你们还等什么？我全家性命！双儿，赶快去救双儿！周平，你还不快动手！我先杀了这个淫贼。心中照。
夜叉原为阎罗恶，其行丑恶，性暴虐，能食人。后听佛说法，深受教化，列为八部天龙之部众。潜心修佛，一心护法，然仍遭嫉恶诽谤，人皆避之，为世俗常理所不容。佛善教化，人心险恶，护法识人，又怎怪夜叉？白春风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和白啸天商量，为了让白福现身，用你的药让他假死。白啸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晚在祠堂看见白啸天拜佛，他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，潜心参佛，所以后来他都没有还手，活活被白福打死。反正都不是好东西，死有余辜。下一步你打算怎么样？干回老本行，测字、算命。还去探案吗？有些事情你不找他，他自然会来找你。我要回师父身边了。赵姑娘，无论如何你都要跟我走一趟。为什么？与你无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他。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没错，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保重。像，真是像。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，曾经来找我算过一卦。算算他是能赌输还是能赌赢。结果呢？结果他耽误了时间，错过了机缘，全输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就不要再赌了。晚上这场赌局，我一定要把以前输的钱都赢回来。你还是帮我算一卦嘛。要得。你就开小，买小你就开大，大小都买就开豹子。你这是耍我！We'll be right back.
个流泪流连的夜，漫长的争辩已无解，逃离一些远离一点，为何我为何不归，虚有的罪，残烈的火焰不断在蔓延，抵制残忍的世界，冷酷无情的世界，毁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，不必眷恋全新的世界，穿越的世界，疯狂的世界，华丽的世界，你要的世界，我爱的世界，重建的世界，完美的世界，靠近一些，接近一点，吻你又蔓延，抵制残忍的世界，冷酷无情的世界，毁了整个世界。你就开小，买小你就开大，大小都买就开豹子，你这是耍吗？渗透到皇宫了，属下已经查明，是宫里几个大太监在滋事，目前还没有查到
高官与此事有关联。萤火之光，如不稍加控制，难免会点了我的皇城。属下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讲。太子，您是储君，表面上看这件事情和您没有关系，可一旦他们成事，目的何在？还望太子仔细斟酌。去查。是。等等，戒指手，免得让他们知道我已介入。属下明白。念什么呢？关你何事？你有事找我？你好像很期待有事情发生。我只是期待有你解决不了的事情。你是在向我炫耀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是我相信夜叉门还会出来作乱，而且我也很期待想见见这个大夜叉。那你可要失望了，因为这次只是普通的人口失踪案。能有多普通，会让堂堂的总捕大人亲自到少林寺来找我？大人，这些人都是昨天晚上被杀死的，有的是被火烧死的，有的是被毒死的，还有的人是被活活的咬死的。大人，死者都是男人？女人在另外一间屋子里，每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。这个人叫张素，铁拳门的弟子，自己也开过武馆，武功也不错，被人连刺数刀，却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是没有机会，是不想还手。
凶手应该不会武功，因为接连几刀都没有刺中要害，刀口也不深，就算一刀插进去，刀插入胸口，再到流血而死，也有一段时间。他的手是放松的，手为什么是放松的呢？除非他不想还手。都会很紧张，这是人的自然反应，而他却十分的坦然。一个人被捅了五六刀还笑得出来，他又不是一个疯子。张素一心求死，杀他的人他一定认得。让他进来。大人，我来投案，是我杀了张素。你为何杀他？他卖了我的儿子抵债。那你为何又要投案？求你帮我找孩子，大人，大人。张素的老婆曾经找过我，他应该就是凶手。这些人都是赌徒，在死之前也都欠了一大笔债。更巧合的是，这些人的孩子都失踪了，可却没有一个人向官府报案。失踪多久了？一两个月，也有更久的。他们的债主是谁呢？地下赌场，大兴赌坊。朝廷禁赌，大兴赌坊和朝廷的高官有牵连，背后的势力很大，不能明争。我是官府的人，不方便。赌场的事情我也不熟悉，我需要一个人帮忙。现买现看啊！买定离手，稳赚不赔，稳赚不赔，大哥，买大赢大啊，买小赔小，你一定要多压点钱才能赢，都连输3把，这把肯定赢啊！来来来，压压压，快快都压！大哥，这回你赢定了。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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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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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双，压双10两，压单17，让你赢一回还净赚7两。双，大哥，给你10两。我赎欠是10两，硬欠就是1000两。看来我底牌臭老钱。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南城寒夜。
多脏啊！大人，何必呢？有事您叫兄弟们叫我就完了，追得我满街跑，跟狗似的。小事，街坊邻居都看着呢，怪没面子的。我下回注意。谢谢大人。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喜欢替地摊风做事，没油水。做好了功劳，全是他的。那你不也来了吗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中了他的圈套。我是老鼠，他是猫。再大的老鼠见了猫也会害怕。为名利，为道义是吧？我不喜欢交朋友，不是谁都能看好。会玩骰子吗？怎么玩？那个叫骰盅，里面有三个骰子，九点以上为大，其余为小，除了豹子，庄稼用。什么是豹子？就是三个一样的数。自己开，我这没这规矩。你，好精彩啊！韩爷，韩爷，赶快给公子爷赔钱呐！是。前辈是老夫韩天佑，是这家赌坊的老板。你就是传说中的赌王千佛手韩天佑。千佛手不敢当哦，现在只剩下一只手了。赌王是个虚名，给这家作坊撑撑门面而已呀。公子爷，您是赌技高超，出手阔绰，大可不必在我这个小地方玩闹啊。我只是随便玩玩。带二位公子爷到内室休息，好生伺候。说你不会玩骰子？我确实不会玩，可这骰子六面的变数不同，落下的声音也各有轻重，所以能听出骰子的点数。你鼻子好，耳朵灵，啊，这回我惹发了。公子爷。这个是你赢回的筹码，请清点一下吧。谢海爷，不用数了，找个袋子装起来就好。还是数数吧。你现在拿的是一万两。哦，李公子好眼力啊！剩下的五千两，娄秀就送给你了。二位公子尽情的玩耍啊！呵呵，后会有期，告辞了。这么好的事儿。
谈不谈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大人，一个在赌界呼风唤雨的人。这事儿还得从20年前说起。坐起来。哦。当时江湖上有两个赌王，一个是千佛手韩天佑，一个是玉面罗刹朱果清。两个人横扫赌界，未逢敌手。后来两个人赌了一场，韩天佑赢了，便得到了赌王之王的称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所有的故事都是这么发展的。人到极致便知寂寞，就要找一个同等能力的人较量一下。没想到你这个假和尚还挺懂江湖的。我现在是个寂寞的人。你现在不做道圣，改做赌徒了？赌徒多难听啊！哎，只是娱乐而已。其实赌博也很快乐。我曾一夜之间赢了十几万两银子，又在一炷香的时间全部输光。转眼间，从人间到了天堂，从天堂下到地狱，这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有比这个更过瘾的？把你那下作的眼神收回来。我问你，你上次输钱也是在这个赌场吗？是他们的场子，不过不是在这儿。先蒙上眼睛，坐一条大船去一个岛上。想见识见识大兴岛，去的人没几个能活着回来。就算回来，你必须留下点东西。上次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手差点没了。天下第一赌法，物欲横流。不去见识见识，此生白活了。你有病吧？那是个岛，去了想回来都回不来。还有你龙九、龙大侠不敢去的地方。臭和尚，你以为你到了那儿能清心寡欲啊？反正我不去，除了大兴岛，让我去哪儿行？宫里头缺太监。大人，你知道韩天佑的水有多深吗？就连开封知府孙耀祖都要让他三分，您算尊贵，你也奈何不了他。
水再深，深得过当今皇上吗？张夫人尸体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张夫人虽然是溺水而亡，但是颈部有淤伤，是有人想要灭口。灭口，本来是想放了他，引出凶手，没想到却害了他。黎八方苦于不能查办大兴赌坊，是因为没有实证。想想一帮欠了赌债的赌徒都丢了性命，那大兴赌坊又和谁来索要赌债呢？难道他们把孩子卖给了韩天佑？他要这么多孩子干什么？韩天佑主动邀我上岛，必定和案情有关联。他一定知道我在为第八方查案，却主动邀请我，看来他早有一番设计。而我已被放进了他的棋局中。孩子们是无辜的，不管怎样，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大兴岛。前辈为何一个人下棋啊？一个人自在，自娱自乐。请。那是个扶桑人，不懂下棋，不要理他。来，你陪老夫走几步。你是黑子还是白子？你说白就是白，你说黑就是黑，你看看哪个有优势了，任你选。黑与白，胜与负，生与死，一念之间。我要白子。好极了。请。我输了。哎呀，要不咱们换回棋子再来一局。不必了，前辈无论是棋艺、赌术，天底下难逢对手。哎呀，后生之人难得有你这么谦虚的啊。你呀，有天分能够超过老夫，只要你想学棋艺、赌术，老夫都可以教你。前辈为何对我如此照顾？人在乱世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的顺水行舟啊。老夫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有求于你，也望你不要推脱了。一定。马上就要到了。咱们到岸上再聊吧。
里面为什么取名为大兴赌坊？阿姨，我十几年前刚来这个岛上的时候啊，荒无人烟呐。起名叫大兴，就是希望这儿有点人气。岛上还有赌局啊，都是有钱人大户。你看见没有？那一箱子一箱子的金子啊，今天是你的，明天就不知谁的了。还有人能赢你的钱吗？不，我不跟他们赌，借钱给他们。走吧。想赌什么都可以。会有人赌命吗？有，他说我要给他们当公证人，就是怕输了的人耍赖。来，这边。那个人很奇怪啊，他是我老朋友了。以前输过，所以就做了你的仆人。嗯，仆人。哎呦，他可不是仆人呐，他是来帮忙的，帮助我打点一下赌场的生意。通杀，把耳朵割下来给小爷下酒。别跑！好快的刀啊！赌博也要有毒品呐、啊！既然敢坐这儿来赌，那就应该认赌服输。定力啊，看见没有，那个姑娘叫青青，是从燕山来的，赌技了得呀。你咋笑啊？李少怀，刚看的呀，愿赌服输吧。我龙九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龙九龙大侠一世英名就毁在那妞手里。
少白，你得帮我跟他赌一场，让他也脱个精光。你刚才干嘛去了？你先答应我，我再告诉你。那得看你告诉我的有没有价值。我去了船舱下面一层，里面有很多木箱子。韩天佑这个人有一些古怪。当然了，要不然他怎么做赌王，我只能做小偷呢？有本事的人都和别人不一样。他好像一直在跟我绕弯子。经常在京城的赌房里闹事，被我撵走了。这人哪，不知道犯了什么煞星，说没就没了。啊，京城离这里有几百里路，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在大兴岛里？少白兄弟，你太小看老夫喽。像这种小爬虫还不入老夫的法眼，就是杀了他也用不着我来下手啊。哎，李公子，你不是善于查案吗？我看你一时也离不开我大兴岛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查查他是怎么死的。看来您知道我们来的目的。我当然知道了。京城里几十个孩子被绑架一案，你们肯定怀疑是我们大清赌房所。我还知道你的后台是第八方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你不用担心啊，老夫不会害你。我不会跟官府对立，清者自清啊。听完您的话，我明白了，这个案子和您没关系。你叫我们来大清岛做什么？失踪了，你千万帮着我找到我的儿子，我给你5万两银子。可以，就这么定了。还有一事，你帮我找一个人。谁？20年前的赌王，诸葛庆。
我们被人发现了。这封信就是半个月以前诸葛青派人带给我的。他对当年的赌气是耿耿于怀，还想跟老夫是再赌一把。你让我帮你找星儿，又要找诸葛青。星儿会不会在他手里？这个我还不敢断定。你啊，你是不了解诸葛青的为人。他为了争夺赌王的称号，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，而且凡是输给他的男人都要剁手剁脚。老夫就是气不过这一点，所以才跟他较量的。哎，结果第一局赌输了，丢掉了一只胳膊。你是说诸葛青是个女人？是啊，这个女人呐也可以当赌王。少白，你坐，我跟你讲几件事。我听送信的人跟我讲，这些年来诸葛青他一直躲在了西域，他练了一种邪功，想长生不老。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容颜呐，他就经常的抓一些男孩来采阳补阴。采阳补阴？采阳补阴。京城里孩子失踪一案会不会和诸葛青有关？这个别的孩子我不知道。我怀疑正如你所说，我的儿子恐怕就落在了诸葛青的手里。他既然要找你赌，我们也怀疑星儿在他手里，他应该离我们不远了。说的有理。我想他现在应该就在大兴岛吧。青青，诸葛青。买单还是行。青青，就算你身姿曼美，也不要躺在人家的桌子上。昨天晚上睡得很晚。你怀疑青青就是诸葛青？他的手法太快，我根本听不清散人的点数。要是真的诸葛青，你当然听不清了。可诸葛青至少50岁了，可他看起来就像18、19岁的姑娘。韩天佑跟我说过，西域有一种邪功，可以保持女人的容颜不老。可是，让开，需要拿孩子来采阳补阴，那太可怕了。你再和一个老太太眉来眼去，光靠一场赌局还不能确定她的身份，我还得去见一个人。
要不要喝一杯？阿里阿多。什么？谢谢。我叫李少白，你叫什么？那么有难得的事干，失败者不配有名字。那个人很奇怪，他是我老朋友了，以前输过。你赌过，曾是一个大赌徒。那你赌徒？哎，跟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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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赌注是什么？会跟着几个随从，今天怎么一个人？暗访吗？那为什么穿官服？我今天在岛上碰到那个武士了，他没有和你动手。这事儿有蹊跷。Thank you.
姑娘，好雅兴。什么雅啊，兴啊？就是在这里吹吹风，喝喝酒罢了。我是说，姑娘长得好看，只是看上去心比容貌老些。你说我老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风这么大，你还扇着扇子，一定有心事。这儿的事儿，你也能看得到？看不到，猜得到。猜得不准。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？我无法将她和绑架孩子的朱可卿联系在一起。她的眼神中似乎不具备坏人的特征，至少我看不出来。她的表情像是在做一场游戏，而我像是被她吸引过来的玩伴。真正的朱可卿会像他这样吗？不是输赢，游戏在赌博中的凶潮暗涌。可以泡杯酒吗？随便吧，酒不是我的。哎呀，等。哦诺，阿姨，萨基。よし。你说的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我不想让你死得太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丽萨，我的希望卡多。好像掉进了一场赌局里，这恐怕不只是一场赌局吧，李桑。你来到这里又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来到大兴岛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载中掀开前的那一刻。你对赛中很有把握吗？有时候猜得到，有时候靠运气。哟西，你来猜，这是几点？六点。六。そうですか。高手对决。没有运气，除非你能猜透他的心思。
少白，他来了，就在大兴岛。你说的是青青姑娘吧？青青姑娘，青青姑娘，你在吗？我是李少白，有些事情想请教你。进来吧。不是和尚吗？怎么也六神无主了？你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声？什么青青啊？就是诸葛青。我原来以为他练了邪功，容貌没什么变化，可是他那张脸呢、是更漂亮更年轻了。他呢约我明天去跟他一赌，来夺回当年失去赌王的称号啊。名声只是世人眼里的名声，带着不累吗？可你我不都活在世人的眼里吗？名声这东西可以成全你，也可以毁了你。我不需要。你如此这般，不也是为了满足其他人的欲望吗？那你呢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怀疑星儿在他的手里。来，你坐。老夫现在年事已高，耳聋眼花，赌技大不如前了。我今天请你来，就是希望你明天能代替我来跟诸葛青赌试一把，这样小儿的性命或可保住。可是我不会赌术啊，怎么能拿星儿的性命开玩笑呢？你不必要跟他去赌，你只要听到骰子的点数，你就有一半的胜数。另外，我手下的人也打听到星儿的一些线索，你不要有压力啊。你不是来查案的吗？采阳补阴，嫌疑最大的就是诸葛青。明天你可以加赌注。加什么？赌注加什么？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明白吧。这一赌，你可知我骰盅里是什么？不重要，结果是什么自己心里要知道。
老夫不跟你赌，由李公子代替我大兴赌坊。你可知赌注是什么？知道。放心吧，老夫输得起。好，李公子，我们赌什么？我不会赌输，只会听骰子。开始吧。等等，我要加注。你说，被绑架的孩子是不是在你的手里？是，是我抓了他们。如果我赢了，把孩子们归还于我。好，那我也要加注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就要你的心。猜透他的心思。从一到十八的任何点数，无论我猜什么，都是死，因为结果什么都没有。开。豹子。这一赌，你可知我骰盅里是什么？不重要。结果是什么，自己心里要知道。结果什么都没有。结果。你终于回来了啊！想死爹了！救命！坏女人抓了我！是，是我抓了他们。不然，我怎么能保持自己的容貌呢？坏女人！快救我儿！救我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敢下如此的毒手！别演戏了，让开！花心包已被我开封府查办。
韩天佑，戏该散场了。龙九和孩子都已经找到了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那我的戏也不用再演下去了。你们说什么呢？韩天佑，从我第一天登上大兴岛，你就在跟我演戏。在我还没有找到证据之前，只好配合你。哎呀，你不要胡说嘛！你开赌坊、设赌局、诓赌徒的钱，赌徒欠债难还，只能卖妻送子。你把孩子绑架到大兴岛，训练成杀手，为你的赌坊做事。诸葛青自己都承认了，是他绑架的孩子，这个跟我们大兴赌坊是毫无关系啊。如果我要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位青青姑娘也是你多年前骗来的孩子，你让她冒充诸葛青和我交手，就是想通过我的口和这场赌局，让所有人知道这孩子是她抓的，替你来顶罪。你这第二步棋是最妙的，你让贾星儿出来指证青青姑娘，再逼她出手。只要扶桑武士杀了她，这一切就死不对证。扶桑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全是你的臆断，没有证据，没有人相信。韩天佑，多年前你设下赌局，骗我付输尽家财，把我卖到大兴岛。青青，你向我承诺会给我父母一线生机，可不久前我前往京城，根本寻不见人。之后我百般打探，才知道他们早已饿死在街头。啊，他这是一派胡言！真正的诸葛青就在这间房子里。很多年前，你们俩赌过，第一局你输了，切断左臂。第二局他输了，承诺永远做你的臂膀。谁也想不到，真正的诸葛青是一个扶桑人。扶桑人？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啊，证据在哪儿啊？证据在刀鞘。把耳朵割下来，给小爷下酒。先杀了史进，然后抛尸大海，就是想提醒我不要多管闲事。我上岛后，他也告诉我这里很危险。你违反了我们的赌约。汉森，我一定会履行对你的承诺。韩天佑，你都这么有钱了，为什么还要干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？伤天害理？哎呀，说我伤天害理，你去问问那些死去的人，他们谁不欠我几万两银子？他们是求着我来给他们卖儿卖女，他们是赌博成了瘾，成了瘾。赢了的想赢得更多，输了的想翻本，是放不下呀。陪酒、骰子，又不是老夫造的。我也痛恨当年第一个带我赌博的人。我也输过了，也卖过孩子。你们现在同情他，
又有谁同情当年的我？你需要别人同情吗？你有官府的背景，所以你才敢在这荒岛之上建造这座大兴赌城。你卖了自己的儿女，为什么还要抢别人的孩子？你要知道，这样的罪名，谁也帮不了你。老夫活得不自在，我也不想让别人活得比我更好。韩天佑，你已经抓了他们的孩子，为什么还要杀了他们？你错了，我没有杀害他们，是孩子们杀了他们。他们被人抛弃了，没有了亲情，心中只有了恨。李大人，你说，你这个不死不活的出现在这个时候，我真是小看你。哎，这话不入耳。其实你小瞧的是龙九。龙九怎么了？正是他告诉我你窝藏孩子的地点。是个可怜的人，你让贾星儿带自己亲生儿子的玉佩，说明你想儿子吧。朱可卿，你还等什么呢？杀了李少白，咱们俩的赌债一笔勾销。风好大呀！姑娘，如何打算？走一走，游一游。姑娘好洒脱呀！什么洒脱？一个小女子闯荡江湖罢了。姑娘保重。还记得我身后的花青吗？除了你，没人看过。
米纳斯，什么？朋友。哦，八嘎。真没想到，贾星儿是张素的儿子。他母亲这么善良，希望他早日回归本性。韩天佑招供了，他和宫里的人有联系，把孩子训练成杀手，然后送进宫去。送进宫里做什么？暗杀。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操控宫里的势力？又是夜叉门。不过韩天佑并不是大夜叉的人，宫里的黄公公才是。韩公公已经死了，被送进宫的孩子怎么办？谁也救不了他们。老爹，我很久没来看您了。你忙呗。你说的没错，一旦步入江湖，就很难全身而退。如今开封府一有奇案，就来找我，我也很无奈。我看你呀，还挺乐意。要是能惩治恶人，也算是一种修行。惩治恶人？好人恶人，恶人好人，你知道哪个是好人，哪个是恶人吗？好人就是好人，恶人就是恶人，怎么会分不清呢？顶嘴！顶嘴！柳师兄，师傅呢？在佛堂里。在佛堂里。师父，以前从不上香，是否有心事困惑？有一件事关乎天下苍生，又和少林寺有关，弟子不知该问不该问。有些事问未必知，知未必明，待到瓜熟，自然落地。你找谁？丐帮弟子林志，
求见少林方丈。师父不在。那李少白可在寺内？有蔓延的。